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功夫者，我是教练王永民。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小试牛刀吧，给大家展示一下多年来习练传统武术积累下来的一点内气功夫。下面给大家展示一下啊，好。大家好，下面给大家展示一下传统武术当中的靠桩功。开始。OK 了，哎呦，对了，好，